当书院，书声朗朗，环岛路上乘风慢跑，人们在这里诗意的栖息。这是一个历史悠久、人文荟萃的地方，素有先有思明后有厦门的说法。厦门历史名人郑成功、陈嘉庚都在思明区留下深深的足迹。以中山路和思明南北路为主干的老城区，浓缩了厦门城市发端、兴起、发展600多年的演进历程。国际澳网中心、闽南大戏院等一大批文体设施，也在不断丰富市民及游客的视听体验。千帆竞渡，百舸争流。1978年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，思明区发展呈现勃勃生机。1984年，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，这位思明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强区插上腾飞的翅膀。2003年，鼓浪屿、开远、思明三区强强整合，发挥了1+1+1=3的效应，成为厦门市持续发展的龙头。作为厦门市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金融的中心，思明区高楼矗立，双子塔拔地而起，会展商圈一层层铺开，中山路上商贸火爆，火车站将游客从四面八方送来，其中厦门金融中心大厦、中航紫金广场、建发国际大厦、软件园二期以及设施齐全、服务功能完善、产学研结合与互动为一体的龙山文创园，都成为思明经济社会经济变革的见证和商标。2017年，思明区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321.9亿元，财政总收入224.4亿元，位居全省各县区之首，各项事业蓬勃开展，坚持以民生需求为导向，民生保障力度不断加大，深化文体惠民，推动教育内涵发展和数字化进程，教育文体发展水平不断提升，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、卫生计生等各项事业不断进步，强化文明创建，城区面貌更加高颜值。2017金砖厦门会晤成功举办，思明区作为金砖厦门会晤主会场，更是做出了贡献。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，厦门市的发展印证了当代中国自强不息、拼搏进取的发展进程。2018年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指出，2018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，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，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。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将改革进行到底。一城春色半城花，40年砥砺奋进，40年风雨兼程，40年春风化雨。厦门市思明区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滚滚大潮，走过了轰轰烈烈的40年。如今的思明，发展更加开放，社会更加和谐，文化更加繁荣，经济结构更加优化，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，影响日益广泛，是有着人文之美、活力之美、生态之美、平安之美的幸福思明。如今站在改革开放新起点上，站在新时代发展的新航道上，思明人将扬帆起航，奋勇争先，再创新辉煌。
有砥柱，中心成。